什么？不喜欢，因为很无聊。不喜欢，因为脚很酸。这位同学，你喜欢爬楼梯吗？不喜欢，因为很无聊。不喜欢，因为爬楼梯脚会很酸。因为很累。不喜欢。这位同学，你喜欢爬楼梯吗？为什么？不喜欢，因为很累。这位同学，你喜欢爬楼梯吗？为什么呢？不喜欢，因为非常累。你喜欢爬楼梯吗？不喜欢，因为爬楼梯很累很烦。是否会因为这个小活动而更愿意爬楼梯呢？愿意，因为我会想要知道这个答案。会，因为我很好奇这个答案。会，因为那个笑话很好笑。会，因为爬楼梯身体会健康。会，因为觉得很有趣。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很有趣。Thank you.